说一句啊，要是大家不来，我们今天在台上这个演出是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们都在，所以我们才能唱下去。我还要感谢，因为我们能来，其中就是昆明市市政府啊邀请我们，特别是我们副市长王副市长今天也坐在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来听音乐。王吧，王副市长，请过来，跟王说几句吧。没有想过副市长跟你们坐在一起吧？没有。哎，没有，太好了。同学们老师们大家晚上好。刚才我和陈书记、黎校长、熊副校长还有各位一起在台下聆听了我们的音乐会，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像邱校长一样在他的团队里面站在这个台上和大家一起唱歌。我跟陈书记还说等我们退休之后再来学唱歌。今天我听了邱校长说的，看来不能等到退休，马上就得唱歌。欢迎。但是很遗憾，我是说的比唱的好。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大家讲几段话。第一段话呢，就是我跟邱校长从2008年认识到现在将近10年，邱校长对云南的贡献是他为我们云南省免费在香港的学校培训了1000名农村校长。当时我跟我们农村校长一起到香港培训的时候，我和校长们一起坐地铁，我们的校长没坐过地铁，在地铁上拍照，当时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邱校长对云南教育的贡献非常大，从2008年到2010年，每周都是邱校长周一亲自给校长上课，到周五结业的时候也是给校长们亲自上课，所以这2年的时间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所以我非常感激。刚才我还忘了说一句，我们弹钢琴的这位是邱校长的太太邝老师。我跟邱校长的故事很长，今天就讲这么一段。各位家长，我讲普通话能听得懂吗？如果听不懂，我们让邱校长翻译成英文。第二段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各位家长，刚才他们反复的举手，我真没想到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工作了，但是我们很多家长，我们只有一次举手的机会，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我从他们的，虽然我距离比较远，但是呢感受到了他们对人生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句歌词，每一首歌都投入了他们的专注、激情和热情。其实我觉得人什么时候最美，就是对你感兴趣的事情那种专注、那种投入，这个时候是最美的。我们各位家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工作，他们都很忙碌，但是在邱校长的带领下，能够从他们都不是专业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他们都不是专业的，今天能够在台上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个夜晚，我觉得从他们身上这种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好，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各位家长。
顺便我再说一句，就是邱校长说我们各位家长好多都是第一次来昆明，昆明呢实际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我只说一个指标，昆明的空气质量的优良率是98.9%。那么我们2017年的目标是100%，那么这个差1%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3.65天空气质量没有达到优良。那么今年2017年，我们的空气质量要达到100%，所以我们各位家长如果有项目，我希望放在昆明。最后我要感谢今天在现场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领导，我们共同分享了这个快乐的夜晚。我知道我们昆明大学也是我们昆明市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是我们的独儿子，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所学校。将来我们同学们都要，很多都要从事教育事业。我们邱校长他是中国教育学会家长委员会和家庭教育心理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他是一位校长，同时呢他有非常高的音乐天赋，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各位同学在学你专业的同时呢，也要掌握1到2项技能，等你们做家长的时候也能够在这个台上展示你们的风采。谢谢大家。我说我真的要感谢我们副市长哈、跟我们鼓励的说话。我们现在请我们学校里面领导到台上哈、我们一起来，我们把一个感谢这个东西感谢状送给我们学校领导，请上课到台上哈。